你们好，我是黑男，我是夏琪。夏琪，我们今天来做四分钟的有氧运动，重点呢着重在我们的大腿和我们的臀部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Go。好，来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来做深蹲的三个方位的跳跃，先从前面开始，等下换右边，对，再换前面，再换左边。好，来深蹲，跳，右，往前，左，前，右，前，非常好，加油。跳回中间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触地的，我们来触地的倒立，中立，倒置 ，OK， 后推，把我们打掉，触地，来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还有同步摇，想下去再跳一下，来最后一下。OK， 非常好。接下来我们手叉腰的姿势，小心叉腰这个方向。好的，加油！五秒。休息，下动作我们来做一个组合的，先做一个前跳，再做一个上跳，再做一个后跳，循环。好，走前跳，上跳，后跳，上跳，前跳，上跳，后跳，上跳，前跳，上跳，后跳，上跳，前跳，后跳，后跳，上跳，前跳，前跳，后跳。OK， 脚是不是有点软了？加油，我们还有六个动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后空步的七级，先退，先退六级。来，开始，非常好。来，放低，膝转，低膝转，三秒。OK， 休息，非常是大腿的力量。我们接下来换我们的右脚，预备动作，走，非常好。还有十秒，五秒。结束，加油，非常好，这两个动作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我们先做深蹲，起来再做膝撞，好，来跟着我深蹲，膝撞，深蹲，膝撞，十秒，五秒，加油，最后一下。右，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动作，我们来做左右的摸我们的脚踝，上下摸。好，先从这边开始，来右，右，左，右，非常好，加油，最后一个动作喽。结束了，做非常好，有没有流汗？有，非常多汗，非常喘，非常好的有氧运动，大家可以每天跟着做三到四组，达到有氧燃脂的效果。祝你在夏天能够游泳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拥有好身材。我是黑男，我是夏琪，订阅美女健身联盟，还有夏琪的个人脸书粉丝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